Oh, hi. Thanks for checking in. I'm still a piece of garbage.就想着等它自己慢慢长回去吧，因为有时候它可能也是真的会长回去嘛，有些水分又闷又不就它就。
就退市，要不就涨上去，肯定是这样子嘛。谁知道呢？你要大公司的话就不担心。对啊对啊。你看像那昨天说啊，这些可以。对，这些不有问题。时间的问题，是时间问题。价格高，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风险，你也可以选择买100块钱。例如说现在涨到，例如说现在放这个，假如说我只有100块钱，我也可以买100块钱，等于说你买100块钱也可以，100块钱，反正就是说你肯定没有完成一个嘛，也可以。没有。对，你可以不买一个比特币嘛，你可以买，你就是说以前，因为它就灵活一点嘛。你喜欢买100的鞋啊，买10块都可以。随便你了。对，所以为什么你大概是买500块这样，就是你可以买几分批的。对，可以。我那时候500块钱还是分批慢慢进去的，那时候去年那时候买之后还是挺低的，我那时候说算这边这边后面慢慢进去就是后来赚的嘛。赚了后来之前担心说自己开始跌的时候我就卖了。之后我后来是真的跌到我跌得很惨，我就分批，我当时我没敢一下子跌，慢慢就知道这个家伙也挺猛的，因为就马上涨上去，哇塞，涨得很猛，也是涨得特猛。我还放着，我还放着，我还完全把那个赚的钱放进去，反正就说还留了300块钱在外面，我想说等哪天。万一真的跌得很厉害，再补吧。结果都没跌，结果就会。没跌够。就一直涨。我听到，Oh my god！ 那个时候好像我也是放在那个。现在人家说，反正说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也，还有那个谁，也在买哈，所以谁知道呢？反正现在都在推嘛。特别像股市不好的话，大家肯定有一些资金，特别是流去那个比特币去了嘛。对，没错。这个大坑很多。手上一些还是赚钱的，想说，一部分给吐回去。没想到，就是没有经历过，不知道会那么恐怖，就是以为
像股市会回调，那是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应该也跌得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都看到指数还在涨啊，之前说啊，可能主要是指数不跌破三万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多少了？那股票没涨上去。对呀、啊，就它没有跌破，后面不是之前是跌的很厉害，就是不行了，对吧？后面不是慢慢又涨回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你跌好低啊。还在下面吗？钱呢？你说钱呢？你。以为就是说你在里面开一个就是开不同的账户，以为就是赚钱的。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之前我开了空的，然后呢，哎，还是开始放进去。后来过段时间发现，哎，怎么会开始扣，怎么有扣钱呢？这样子。放多少？就在说你一个账户里面放，好像是超过10万还是多少钱？那就不用手续费。但如果你没有到10万，对，没到，而且是一个账户哦。例如说你的名字下面你开了几个账户，你不能你不能几个账户里面 total 是10万，你要一个账户10万才可以。然后那个账户是免费。但是我看到就是说。有 RC 免税账户什么之类的，但是呢，他就说，他上次就好像就说什么，就是你那个好像虽然说没有放多少钱，但是原则上他没有规定说你必须要放多少钱进去，但是建议你最好是放，好像是有2500美金吧，忘了进去。如果呢，如果好像就说你要就是动一动，如果你不动的话呢，你动的话你超过了，哎，好像就说你。因为你超过了10块钱不可以的。对。他会有个副就在那里放着，副是。
会的，我上次试过，我上次也这样子试过，那有人买的是真的。当然我也没问他，因为后来因为我那个是先开的嘛，先开打算就是说迟一点才把钱放进去，后来发现，但是我又急，还是我打算放进去，所以我也没去跟他安慰，我也没去问他干嘛去上交付，就是我要关掉我才问的，哎，我这个用是不是可以那个，我这个点我就倒是没有跟他们问，后面我也不管，啊算了，反正就是那种我也懒得去跟他们去问他们，反正就是上线挂的就是我他们。你自己看呗，你自己看，记得看好时机，你就看，试着去留意观察一下股票的价格是蛮低的，当然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到底来干嘛。反正就看吧，看一些，就看你就看，所以现在就说嘛，现在就说有些人就是散户，有些人就说就打算报一些什么股票，就有一些那个嘛，就在那个价格太那个了，因为基本面什么面都好的，但是为什么就是一跌再跌，都是一跌再跌，所以现在就说，我就用到一些名人网上，就是说什么要告啊，告那些。到那些股票，说什么庄家在操纵？对啊，你这个根本就是不符合市场的这个效应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你用赚钱，公司赚钱，然后报表是好的，对对。还一直跌，对吧？所以就说庄家就觉得庄家你在操盘。可以研究，重点是研究一下。如果你最近买股票，就是现在那个区间是一些我看了。你就从你熟悉的里面去找呗。因为现在都不好推荐股票，因为像这样子都不好意思推，有啥推的呢？你熟悉的就只有那几家了呀，什么 Home Depot 啊，这种啊 ，Tesla。沃尔玛现在 Tesla 也不是很稳定，感觉 Tesla 现在是那个，然后还有那个沃尔玛啊，那些我之前就推荐我朋友买那个沃尔玛，因为他想分红，就推荐他一支加拿大股票分红，还是比较稳定。因为那个股票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从去年买。到现在，然后就是还是一直的稳，还是比较稳定，因为它是那种房地产，因为我之前本来想说房地产应该是很好，那我就打算说，然后再去把它分红，7点多一站，那以后它还一直涨，我就想说，那个回报还是很稳定，就算是超跌。银行股这些分红大概4啊5啊左右，
然后那个地产股的话呢，通常分红就高一点，地产股嘛。但通常分红高的话，通常它好像就是，可能就是这个涨幅会慢一点，相对来讲，因为它分红，主要是分红高嘛。当然说因为只用是房地产股嘛，所以都本来是想说哦也看好，现在还是春天嘛，通常不是夏天才旺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之前就买了数，对，所以就嗯，还有什么 money line 啊，什么啥之类的，加拿大的股啊 money line 的，还有反正银行股啊，然后啥之类的，你要够的话就买其他数了。对啊，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只是一直涨哦，只是不知道为啥不会干嘛的吗？怎么一直涨哦，很厉害的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就说你可以当你没什么买什么东西的话，你就买一个稳妥的东西，等到你将来原理好。你打败了很多人了，